这是知道今天我们要加餐吗？哈，大哥，大哥，时间有限呐，抓紧啊，速战速决啊！我在玩吗？还要多久？能不能先让我把鸭子弄了？远一点，那个里面有东西、啊。傻了吧唧。杀鸭子吃，我感觉亏本生意。一个人差点就把那个小偷的耳朵打了，差了个顶点。兄弟们，耳朵撞来了。昨天晚上那个石头打 PK， 哇，输的真的是是吧？输了个鹅，那就输了个鸭，这个鹅亏大了。为啥呢？妈呀，这鹅有个估计有个七八级啊！吃点这一下。多重？猜一下。八斤。八斤差0.05。这鹅在家里面真的是长得都非常大，上次我抓一只也有这么多，基本上都是上了体重的。肉质的话就不用讲了，是吧，兄弟们？你这割脖颈，你割到人家下巴去了。今天终于吃鹅了哈，尝一下我们吃养鹅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挑也不会好好挑这个。我挑你个锤子啊！挑怎么挑？我在田里面抓的，怎么挑？你去挑锤子啊！快去挑。切多干是个天上好了，天上爽快。我跟你讲，你自己搞酒过来哈，你不要叫酒鬼我也点哈。你给我抢个酒，什么开的呢？我来开，你给点我点。你自己搁这输的，你不要拿出来。不是的，少的。他对吧？他对。喝啤酒。没这么开销算了，就我买的跟你买单，喝白酒我怎么算钱？你问一下你老爸喝不喝啊？你大伯喝不喝？就你喝啊，猜两下。然后叔喝不喝？我哥喝不喝？啊，都是白酒王子。妈呀，我们家哪有先喝啤酒的份？来，预备。他都干了，都干掉啊！对。都干过。结果你看老哥气死我，这个解下渴。省得你晚上做梦都是烟。耶！猫的。不用骂你哈。到底你个屎尿！妈的，我就敢烟，我骂你哈，我专门在这下烟。我就是做饭，我到你的时候。吃。不洗你。洗姐。比过你油。我姐拍。那家有他妈一般的，那个关的，那酸的。我连想想个你们，哎呀，我的天！没有，那天天给我四个油子。辛苦了。我他妈小茶叶，辛苦了。